真茶味，认真有味道。维他无糖茶带你进入正片内容。南孚电池30年销量领先，升级聚能环四代，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。忙了一天，真想吃个宵夜啊。忙？到底在忙什么？秋月，怎么了？我在想办法联系业界大拿。还是之前那篇稿子吗？雨林姐说还是要找一些大咖来正稿。可我看过你之前找的背书的专家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小月，我们写稿是输出观点，与读者交流，而不是单纯的转述别人的观点。一篇好的稿件绝不是专业名词的堆砌，你也不用一味地找别人来给你的稿件背书，来增加权威性。可是雨林姐说，你已经工作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对于别人说的话，应该要有自己的判断。你之前的提纲我看过，框架没问题，资料也很详实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在初稿的基础上丰富内容，调整部分措辞。这样，你把你的初稿找出来，咱们查漏补缺，要是哪个观点不明确，你再去证实。你好，我是财经界记者孔楠。秦总是还在来的路上是吗？哎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随便聊一聊，然后等秦总到了呢，我们就正式开始。小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您不是陈胜陈总处吗？抱歉，您认错人了。孔记者，抱歉啊，我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是陈胜？对啊。你好，孔记者。你好。你多大呀？我25。一毕业就工作了？对，一毕业就进了云创，跟着石总工作了。我看你微信上跟我说话的态度也不像一个95后啊。我呢，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老成。很有悟性嘛，小月。差不多了，谢谢沈一姐。都这么晚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赶紧回家吧，明天再通读，认真检查一遍。哎呦，搞定了。吃饭了吗？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很好呀，舒一姐回来了，手把手教我。你亲爱的外甥女我悟性奇高，终于赶在午夜之前结束了工作。舒一姐太好了，又专业又耐心，自己一堆事还陪我加班闹这么晚。舒一姐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也不要太晚。快回去吧，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。
今天石家小宴，一天都没出现。我不是一个人。有人能帮忙送一张床到杂志社吗？孙小姐，你刚刚下班吗？嗯，加班来着。挺辛苦的你们。你们也是。哦，对了，我猜你加班到这么晚，一定没吃东西吧？这是晚上特意热的蛋挞，你要不带着回去路上吃。哦。这是我特意为你留的，你要是不吃的话，那我只能把它扔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上头我已经关账了。你在等车吗？晚上回去这么冷，一个人这么危险，要不我陪你多等一会儿吧。哦，我走了。付钱了吗？收款码。谢谢。还没聊够啊？聊够了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顺路。哦。正记者挺受欢迎啊。一般一般，也就跟石总差不多程度。吃吗？太晚了，不吃了。哦。你不坐副驾是准备把我当司机吗？那你要走。好嘞。慢点。放学一人走了啊。我就等您的时间了啊。好。好，谢谢王总，再见。初夜，实验，他们俩是真的。啊去！谁在背后说我？去哪？吃宵夜。不是你说不能吃宵夜吗？对于你的作息，这餐不能算宵夜，只能算晚饭。真的可以吗？嗯。
那听我的好不好？我只想吃面。这条路怎么走吗？前面路口右拐。谢谢。你真的不吃啊？他们家的招牌海鲜面可是香鲜至极，一口下去满口生香，回味无穷的。不吃。这家店的面真的很好吃的，不吃可就亏大了。他们家的面要快吃才鲜，所以不做外卖，想吃只能来店里。白天排队的人多，晚上有的时候也要等位。工作以后就很少吃，以前上学的时候啊，经常喝。吃吧。谢谢。吃饭，好。哎呀，我肚子不舒服，去一下洗手间啊。老板，一碗海鲜面。好。哎，不休息，开会呀。哥几个今天整点不？啊，整点了。好久不见了。哎呀。行舟，嗯，咱们这么多年同学了，你得说实话，你怎么突然跟郑书意分手了？哎，就是啊，对呀，性格不合。那你们谁提的分手呀？他提的。正常正常，他现在接触的人层次不一样了，眼光变高了也是正常的。每天见多了这个 CEO、CFO 啥的，哪还看得上你这科技公司的小职员啊？你们吃吧，我突然不想吃。哎，行舟，行舟，哎，行舟，你上哪儿去啊？行舟，行舟，需要我去接你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陈淑意，抬头。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什么都没有啊。哎，还是这么漂亮。到底怎么了？这么大一双眼睛，怎么眼光这么差？好端端的，干嘛人身攻击我？该不会被他猜到什么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又不认识岳星辰。是是是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前眼光是不好，不过我现在眼光提高了很多。但你现在眼光过于高了。对牛弹琴说的就是你这样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牛。郑书意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还吃吗？不想吃，没胃口。本来就是不解风情的牛，对自己的认知一点都不清晰。遇到渣男果然没好事，面没吃上，现在又饿又苦，旁边还有一头心情不好的牛。他到底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
到了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路上小心。嗯。郑书意，怎么了？睡前别吃东西。饿着肚子睡觉不仅会引起低血糖，还会影响睡眠质量。石总照顾好自己，我也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再见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算了，我还是点外卖吧。我才不要听你的，不吃了得饿死。我没点这个。开门，拿外卖。面真好吃。你不吃葱？嗯。你对你前女友也这么贴心吗？我和你半斤八两。啊？难道他还是知道了吗？哎，
我没事干嘛提起他前女友啊？而且语气看起来还有点吃醋和嫉妒，他肯定在嘲笑我。郑树叶，你干嘛要在意实验的看法？我怎么可能吃醋嫉妒啊？要嫉妒，也应该是他前女友嫉妒我，可以吃到实验亲自送的外卖。以后没有必要为了不重要的人饿着。哎，奶奶，你帮我也倒一杯吧。我刚买的，还没喝呢，你喝吧。林姐子，他怎么了？你看我像知道的样子吗？不会投毒了吧？会了，舒玉，去把灯打开。我来吧。啊，今天的课有意思啊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个最爱，货币。当然了，我们主要聊的是货币的供给与需求。在开始这堂课之前啊，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国的货币制度是什么。以爱为营，由特仑苏冠名播出。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马上就要元旦了，快放假了，年前你们做好一下收尾的工作。另外，官社办了一个答谢晚宴。我觉得我能去。雨林，官社是你的客户，你去吧。啊，主编，那天我安排了其他的采访，让舒逸去吧。你说什么？我那天有其他安排了，舒逸去比较合适。他怎么了？中邪了？哦，我最近在忙新能源汽车电池的选题，可能也没时间。要不让孔南去吧。我？行，那就这样吧。现在说一下实习生的工作，两个组的实习生都不错，进步很大。接下来就要进入实习考核的工作了。那你们要再接再厉。两位师傅有什么打算？贝尔工作一直比较努力。我会好好指导他，帮助他顺利录取。舒逸，你呢？十月基本的撰稿能力已经有了，接下来我打算带他一起做云创的专题报道。不了不了，舒逸姐，谢谢你这么看重我。但是名誉云创的专题报道这个项目实在太重要了，我只进步了这么一点点，我还是不给你扯后腿了。我还需要继续努力学习。但是我可以帮舒逸姐分担一些别的工作。玉教授，你找我呀？这是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，我好开心呀。金小姐，请以后不要再找代拍来我课堂拍我了。我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所以。你听了这门课是基础课程，如果没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回家看书自学。还有什么不懂，下次来学校问。但是请不要再找代拍了，会影响我平时上课。我知道了，我下次不会了，我会在家里自己看书，尽量亲自来听你讲课。谢谢。
宇主动给我打电话，还说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当面问他。这其实算不算约我呀？前几天你请我吃面，今晚我不请你。嗯。吃什么我来定。嗯。那你下班来接我。嗯。嗯，你是恩恩怪吗？不说话谁知道你怎么想。你现在也心情不好吗？嗯，就像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你好像心情不好，可是后来你又去给我买了面，好像心情又好了。你没别的事做？想你开不开心就是头等大事啊。这稿子怎么样？是不是批判性过于强了？毕竟人家是我们的广告客户啊，石原。我知道呀，所以我写之前这些资料我都确认过的。再润色美化一下吧。嗯，主编，媒体是大众的喉舌，是社会的良心，媒体人不能昧着良心说话的。过度夸张的稿子我写不出也不能写。真是有其事必有其图啊，跟那个郑淑仪一模一样。淑仪姐是教过我要实事求是，有观点有态度，不能采访对象怎么说就怎么写。好，那你去给我把郑淑仪叫进来。想不到这个实习生还挺有觉悟的，有些的确是我之前教给他的，没想到他真的用在公关文上了。我们主编让他回去修改，他还拿出我之前告诉他的新闻精神拒绝了他。我们主编现在可头疼了。你这个实习生确实挺有意思的。这就夸起来了，也不见你平时夸夸我。是啊，他的眼光和审美也在线，最近他还特别有上进心，经常去财大听玉教授的课。嗯，这玉教授的课可是一座难求，他为了要听玉教授的课那可是风雨无阻。我之前也听过几堂玉教授的课，听完真是欲罢不能，他真的好会讲啊。如果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玉教授这样又帅又有趣的金融老师，那我肯定学金融去了，那财经新闻界将会失去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。是吗？这就吃上鱼油的醋了。珊珊说的对，男人就喜欢得不到的，要征服的。不能更是了。算起来玉教授比你还要大三岁呢，但我见过他几次，他本人看着好像比你年轻一些，性格也更开朗一些。哎呀，我之前都忘了，玉教授在我们西安可出名了，听说他连跳两级，我上初中的时候他都已经上大学了，后来又继续开挂，在哈佛全奖毕业，又去剑桥拿了个双学位， SCI 论文不断。听说他还特别喜欢运动，天啊，像这样又年轻又帅又有趣的天才教授，哪个学生看了会不喜欢啊？你也喜欢？哦，拜托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？你要去哪？不是要去吃饭吗？你这么喜欢上课，带你去补补课。补课？那也不迟，突然让我看这些，到底是想干嘛？刚才突然一下觉得，真记者应该开阔一下眼界。了解一下人类事件的普遍性，
不然会误以为有些人和事是独一无二。哪里普遍了？看来是因为我夸了玉教授才……原来石总不仅读书好，还会这么多东西啊，真是优秀到令人自惭形秽。你是怎么做到读书好的同时还保持这么多爱好的？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，对投资非常感兴趣，毕业以后就想从事相关的工作，但一毕业我还是按照我父亲的期待进入了名誉。那时候的名誉规模已经很大了，员工也很多，很多老员工的小孩毕业以后也会进入名誉。在外人看来，名誉就像一艘航母，但它的管理缺少科学化和现代化。一家过度依赖规模化和资本的公司就会缺乏灵活性，也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。我那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也提了不少建议。但名誉是我父亲和他一帮兄弟一辈子的心血，很多事情想要改变其实很难了。所以想要守住父辈的基业，其实我姐夫更合适。所以是你让给你姐夫的？不是让，姐夫也为名誉付出了很多，这是他应得的。而且我也有自己的理想，我想去帮助那些想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创业者，想去尝试更多可能性。诗燕，我觉得你很勇敢，一个人能打破原本的格局，去坚持践行自己的梦想和愿景，真的很勇敢。更何况你放弃的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东西，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顶住压力，忍受流言蜚语，默默的努力，但是你做到了，而且你做得很好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有什么奖？喂，石总，您的出差行程已经安排好了。
以后这种小事就没必要专门打给我了。程淑仪，你刚才干什么了？你怎么会？我过两天出差，跟我一起去，好吗？我要回去看看时间安排，我可能也要出差。我这就回去看看时间安排。乘客请注意，本次航班将于十分钟后开始登机，请前往23号登机口。你回去吧。啊？范师傅已经到安城了，我让他去接您。石总，好巧啊。真的好巧哎，我也去安城出差哎。出差了，这么突然？实验知道吗？说说看他。啊？跟实验吗？嗯。小艺，你可以呀、啊。不过我可跟你说啊，开心归开心，千万别两个人去，三个人回哦。我知道了，就这样。喂，实验，落地了吧？其他电池公司的资料我已经发在你邮箱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。是的，我跟郑记者出差呢，他现在就坐我旁边。你跟谁打电话呢？就是你说的那位很优秀的玉教授。哦。千万别让他得到的太容易。知道了。郑记者好像特别擅长兼顾啊，一边跟我出差，还能一边跟玉教授聊天。沈总不也是看着湛蓝，想着别的电视公司吗？咱俩可真是天造地设。啊。石总，前面就是酒店了。嗯。
范师傅，麻烦送我到康兰酒店。下车。啊？哦。你干什么？我打车去我的酒店。这就是你酒店，湛蓝就在附近，所以酒店我就订这儿了。你也要去湛蓝，还要跟踪采访，所以跟我住这里。跟你住？怎么？你不想吗？越创作